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头疼。我不走了。这么早？我睡不着，就提前过来了。哎，早，吃早饭了吗？ 早，裴清华。裴清华，你没吃早饭吧？正好打了包子。不用了，一会儿自己去打吧。你吃吧，你吃。裴清华，你吃完包子，把粥也喝了。真不用了，你喝吧。 小哥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头疼。啊？我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？你那个酒量，华岩你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啊。我想和大伙说几句话。别，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头疼。我不走了。你说什么？ 我说，我不走了。昨天晚上和大伙一起聊理想，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。不过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，咱们第三研究室变成了华研。我去广州卖了电脑，又去东北拿下了保送这一单。后来我才渐渐地发现，其实很多事儿都有我看不到的意义。 不管是做研究还是做贸易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殊途同归的，甚至后者来得更快、更直接。所以你现在是彻底想明白了？还没完全想好吧，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我要做有意义的事儿。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努力，和大伙一起努力。我留下来。 我就知道你能想明白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这回真是把我给吓惨了。哎，师兄，你头不晕了？晕什么晕？好了，林华，那个，你要是不走了，其实我没吃早饭呢。那边，我吃。我那，秦文斌，哎，我饿。去，哪有你这样的呀？哎，你吃，师弟，你吃。坐过去，你吃。坐下。